阿哥，哎，你怎么上来了？今天？今天没什么事嘛，就上来找你玩。哎，你这次要去做什么呀？我去看看我家的库存长的。芦笋。啊。现在是个那个库存长的季节吗？啊。那要不我们两个一起看吧？也可以。走吧走吧，我们两个一起看一下。这么热的天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没事嘛，这个就算再热，我肯定也要上来喽，是吧？来，阿哥，你这个我来帮你拿一下。不用不用。来来，没事没事。这个又不重。没事，我拿一下嘛，走吧走吧，一人拿一点就行了。这里好像还没有啊。哎。就是。哇。这太小了哎。是吧？对，因为现在还太小了，因为如果说这么挖了的话，太小了，太浪费了，哥。我的埋上过年再来挖。啊，可以可以，过两天挖的时候你跟我说啊，我也来看一眼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嗯，好。这么热的天。走吧走吧，那。走这里要注意。行。哎呦，终于到家了啊。放这吧。那这个呢？哦，挂在这里是吧？哦、快回去吧，忙你干什么？好好，走吧走吧，你先走前面。哎呀，太热了。哦、你今天还晒了羊肚菌呢。我这个上次没怎么干呢。哦，可以继续。你看，已经很干了，现在。嗯。对。也是上次你收的是吧？啊，但上次我收的时候没有，不是很干，但是那个爷爷家的话又。直接一次收了下来是吧？对，然后他也说，那你天气一直不怎么好，然后我想的是，反正也动不了多久，可以去。可以可以，这个没问题。那快到家里面去做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坐这吧。哎，好好。把这个扇子扇一下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那我给你扇一下吧，你也挺热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扇吧。哎，好好，你也坐吧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你坐吧，我们那有板凳，你坐。好好好。阿哥，你之前那个手机不是已经卡得快不行了吗？然后我今天呢，给你带了一个新手机上来了，来。这我不能要。哎，没事啊，来来，拿着拿着。这我真的不能要。哎，这个你这个太贵重，你那个手机也可以换了嘛，是吧？而且我也答应了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，然后我今天呢就给你带上来了，来来来，拿着拿着。真不能要，我那个还可以打电话。哎，就只能打电话了而已嘛，是不是？来来，拿着，快点快点。我真不能要，阿伟。你下次几人你骂我呢？你说这个问了不就不用管？什么调到哪看？啊，这个哪看？调到什么？哎，你等一下。啊，没事啊，让奶奶给你也行啊。